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总复习一，然后它要我们化解下列各式：25x²y 减 13xy 加 xy。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是25减13，然后它就12加113，所以它答案就会变成13xy，这就是我的答案了。也就是你想25粒苹果减13粒苹果再加1粒苹果，所以它就是25减13加1，然后它就变成13。然后这边我们开挂弧的时候呢，加变成减了，所以它就变成 2a² 加 ab 减 b² 然后它位置有点不够，我们就放在下面这一点，然后再加 a² 减 2ab 再加 b², 然后减 3a² 减 ab 加 2b², 减加减减加减减减加，所以我就有 2a² 加 a² 3a² 再减 a² 这样就没有了咯，所以这个这样就被删掉了。ab 减 ab 再减 ab，然后我们这边 ab 减 ab 就没有了，然后它就剩下减 2ab，然后减 b² 加 b² 的时候，减 b² 加 b² 就没有了，然后它就再加 2b², 所以它是 2b² 减 2ab 啦，所以它答案呢会是等于 2b² 减 2ab。So 它的这个的答案是减 2ab 加 2b²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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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题这一个。第三题这一个呢，我们把这一个 x 乘进去，然后减 y 乘进去，减乘进去，所以它就变成 3xy 加 xy 减 2xy。减减加 3y² 减 xy 加 y², 所以我的 xy 3xy 减 xy 它剩下 2xy，xy 减 2xy 它变成减 xy，3y² 加 y² 它会变成加 4y², 所以它这一个的答案呢就会变成了2减1加 4， 2减1加 4， 对了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题这一边。我们先做挂弧里面的东西，所以它是 5a² 减 a² 加 5a² 减 2a 减这个把它乘进去，它变成减 2a² 减减加 326a，所以它这一边它会变成 a² 减这个 a² 减 2a² 减 a² 没有不是，所以它是 a² 加 5a² 6a² 减 2a², 它就会变成 4a² 减 2a 加，所以6减 2，然后它变成加 4a，所以它会变成 5a² 减 4a² 减 4a，所以它会变成 a² 减 4a，所以它答案这一边会变成 a² 减 4a，正确。好，来，接着我们继续做第五题这一边，这些成的题目其实是很简单的。成的题目这一边呢，我的这一个432减12 a 一加二 a power 三 b 二加一 b power 三，然后这个减四减四，然后 x power 一二三 x power 三 y 二三 y power 三，然后这一个除14除7就2减2。S3 除 S3 就没有，T2 除 TE 它剩下 T，然后这一个第八题在这一边，其实我的刚刚这一题呢，我可以做多一个步骤了，它就会变成14S3T2 除减7S3T，然后我们的 S3 越，然后1772714，然后 T 跟 T 越，所以它就剩下减 2T。这个是它答案了，在这一边我这两个乘上来，它就会变成326 a power 3 b power 3，然后 2a power 3 b，然后我们在这一边 bb 越是2，然后过后呢 a power 3 a power 3越，然后122326，所以它剩下的答案呢就会变成了 3b square，然后这一个它就会变成了二 power 二 a power 二 b power 二乘 a power 二乘 b 减 b power 三，OK，减 a 乘减 a 的时候，减减会变成加，
减 B 乘减 B 再乘减 B，它就变成减，所以它在这一边二 power 二是四减四，a power 二加二四，b power 二加三五，然后这一点我跟它乘进去，三二六六 a square b square 减二二四四 ab square，OK，所以三二六六 a square b square，然后减四 ab square，好，这样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来，我们对一下答案啊。So，它的这一个的答案是这一点，这一个，所以第五题是减12 a square b cube，然后减 2t 减 4a power 4b power 5，然后这一个是 6a square b square 减 4ab square 3b square，然后减 4x power 3y power 3，对，OK，好。来，接着我们再继续刚刚的这一点第十题，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十一题的这一点，好，然后这个呢，我就把它这一个乘进去，乘进去，乘进去，所以它的这一个是减二百三 a 乘一百二 a square，然后减二百三 a 乘一百六 a，减二百三 a。乘减一百四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一个二二月，然后一三一二，所以它这一个呢就会变成了减一百三 a power 三 a power 一加二 a power 三减一百九 a power 二减减加一百六。哎，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这一个是减一百三，a power 三减一百九，a power 二加一百六，a 对，好，然后这一个呢，就会变成15x power 4y power 二除 5xy 减 5x power 2y power 2除 5xy，就这个除这个除，然后我们在这边155355，然后过后呢，这个55月。然后 x 这个剩三，x 这个剩一，然后这个 y 剩一，y 剩一，所以它剩下的答案是三 x power 三 y 减 xy 三 x power 三，三 x power 三 y 减 xy，对，好，来这一题也跟刚才的那题一样，除除除。所以它是 a square b 除减 ab，然后再来减 ab square 减 ab，再来减 5ab 除减 ab，所以我们这一边的时候 a a 越 a a 越 a a 越，然后 b b 越 b b 越 b b 越，然后它这一个就会变成减 a 减 b 加。五减 a 减 b 加五，a 减 b 减 a 加 b 没有，这个减减它会变成加 a 加 b 加五，减 a 加 b 减 a 加 b 加五，所以它的答案是减 a 加 b 加五，对了。好，来我们继续看第十四题，还要我们展开这一个哦，展开。展开的话，我需要一点点的那个空间。OK，好，来做这几题。其实不难的啦，这些其实我觉得它都蛮容易的。OK，如果你有背那一些口诀的话呢，它其实很简单的。那一个，这一个这样乘，所以它是 xy 加 5x 减 7x 减35，所以它变成 xy 减 2x 减35。然后在这边 a 加 b a 减 b，我们看到 a 加 b 乘 a 减 b 的时候呢，它就变成 a square 减 b square，所以这一题我直接知道它是 x square 减49 y square。然后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呢，我这样乘的时候，它就变成 x square 加 7xy 减 7xy 再减49 y square，所以它会变成 x square 减49 y square，这样。然后你的这一个减这个就没有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高手可以看到 a 加 b a 减 b 等于 x 加 b 减 b 对，OK，
然后接着了这一个将乘，所以它会变成减5a², 然后减五四二乘av，然后再来加 ab，然后再来加4b², 所以它这一个呢就会变成减5a² 减19ab 加4b². 然后这一题呢，我们高手的话，它就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再重要，16x² 加428324x，3266424，然后加9，或者是我在这一边我有 4x 加3乘 4x 加3，然后我们这一边这样乘，所以它这一个呢就会变成16x² 加 12x 加 12x 加 9，所以它会变成 16x² 加 24x 加 9，就这样哦，直接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再重要，这一个这样乘进去。所以它就会变成3x⁴，然后加3x²y², OK，然后再来再减 x²y² 减 y⁴，所以它会变成3x⁴ 加 2x²y² 减 y⁴，然后这一个呢，这个有点麻烦，这一个我们这边这样乘，然后再乘，然后最后再乘。所以它就一个85/40R 减2/16加3/55R³ 减6R² 减10R² 然后加4R，所以我的 R³ 15R³ 减 10R² 减 6R² 减 16R² 40，然后加4。加44R 减16，来，我继续下去之前，我觉得我这一题需要检查一下答案，我从上面这边开始检查起吧。第14题，x² 减 2x 减35，然后 x² 减 49y², 然后减 5x² 减 19ab 加 4b², 然后 16x² 加 24y 加 9，然后这一个是。3x⁴ 加 2x²y² 减 y⁴ 对，然后15减16加44减16，对了，好，来，在这一边，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继续这一边，这个5加 ab 5减 ab，所以高手他直接知道25减 a²b², 所以它会变成25，然后减。5ab 加 5ab，没有，减 5ab 加 5ab 这样，然后再来减 a²b², 所以它变成25减 a²b², 这一边这一个这样，然后这一个呢我就不做了，这个我直接这样，4x² 加 y² 加 9z², 然后加 4xy，然后。的减22443122xz 减3266yz 这样，OK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来，我这一边它这个25减 a²b²，25减 a²b² 对了。然后接着的这一题是 4xy 加 y² 加 9z² 4xy 减 12xz 减 6yz 对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是。这个 2x 的 square y 的 square 减 3z 的 square 2乘 24xy 在前面，2乘24再乘32减 12xz，2 乘36减 6yz 在这边。好，来，接着第22题到第24题，这边这一个。OK，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这一个我先把这个乘出来先，然后这个也是这样乘出来先，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就3，然后 2xy 加 12x 减 x 减6减5，
然后 x squared 加 6x 减 3x 减18，所以它就会变成 6x squared 加 36x 减 3x 减18减 5x squared 减 30x 加 15x 减85，40五一五九十，所以 6x squared 减 5x squared，x squared。36x 减 3x 33减30就33加这个 18x 减18减108，所以它这一个的答案是什么？x square 加 18x 加 72，x square 加 18x 加72，减减加，这个应该是加，减减加90，然后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加72，加90减18加72。哦，所以它这一边就 x 加 18x 加72，我刚才粗心了。好，来，接着的这一题呢，其实很简单的，这一个它就 a square 加 2ab 加 b square 加 a square 减 2ab 加 b square，然后这一边这样乘的话呢，它就会加减 2a square。减 4ab，然后减 ab 减 2b square，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2ab 减 2ab 没有了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 a square 加 a square 再减 2a square 没有了，然后接着呢，我的 b square 加 b square 减 2b square 也没有了，所以这些全部都没有了，剩下减 5ab。所以它答案是减 5ab，所以它的这一个的答案是减 5ab。好，来，a 加 b power 3呢，它有两种做法。我自己本身喜欢的做法是这样，我们用这样1111211331，OK，这一个东西呢，我们在那个from two chapter one 的时候，我们有 Pascal triangle。然后现在是1331了，所以你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就是1331，a power 3 a power 2，然后 a，然后没有 a，b power 3 b power 2 b 没有 b，好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，OK，所以这一个是 a power 3加 3a square b 加 3ab square 加 b cube，OK，1331，你看1331。同样的，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也是有1331，然后 a power 3 a power 2 a 没有 a，减 b power 3减 b power 2减 b，然后没有 b 加，所以它会变成 a power 3加 3a square 加减变成减 3a square b，然后 a 减 b 的 square 会变成加。所以它会变成加 3ab square，然后再减 b power 3。OK，这一种东西呢，我的这个 Pascal triangle 呢，我剩下还有14641，这个东西很好玩的。这一个东西呢，如果我有 a 加 b power 4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变成14641，然后它这边 a power 4 a power 3 a power 2 a，然后没有 a b power 4 b power 3。b power 2 b power 1没有 b 这样，它 expand 出来可以做到这样的一种东西的。这一个东西呢，我自己本身，是他们我的朋友是 from six 才学到，我自己本身是到了大学才学到。然后我是觉得可以的，反正我们 from two chapter one 的时候都已经有学到这一个东西了。这个是属于 from two chapter two 的东西，我用这样的一种方法，它就可以很快的找到那个答案。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呢？我的这一个 a 加 b power 3，它就会变成 a 加 b 乘 a 加 b 的 square，所以它会变成 a 加 b 乘 a square 加 2ab 再加 b square，然后我们再这样跟它乘进去，乘进去，然后它这一个呢就会变成了 a power 3加 2a square b 加 ab square。然后再加 a square b 加 2ab square 再加 b power 3，
所以它会变成 a power 三加三 a square b 加三 ab square，然后再加 b power 三，这样跟我刚刚的这一个答案是一样的，你看一模一样啊。可是我刚刚就直接是用 e 三三 e 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做咯。你看我们平时的这个前平方、后平方、前后两倍在中央的东西，它是 a square 加二 ab 加 b square 对吗？它其实是一二一啊，那你看这一边它的这一个是一二一啊。二亿啊，这一边看到吗？所以我们的这个 Pascal triangle 呢，不是在 Form 2 Chapter 1，只是普通这样 Pascal triangle 而已。我们可以用那个 Pascal triangle 来做这样的 expansion，然后它会变得很快，很神奇的一个方法。好，来，我们接着要做这一个，这个是属于长除法。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这一个就有 8t power 3减 10t power 2加 15t 减9。然后这一边是4t 减3，然后我除 8t 这个除这个我就有 2t square，OK，就是说我的这个 8t power 3除 4t 的时候，我在这一边就14448tt 2t square，所以我的这一个呢4488t power 3减326 6t square，然后我就减10减减6减10加6，然后它就变成减 4t square。加15t，然后减 4t square 减 4t square 除 4t 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是 2t square，这一个它会变成减 t，所以减 t 减 4t square，然后减减加加 3t，然后减4减减4没有，15减这个它就12t 减9，12t 减9的时候呢，我在这一边我就 12t。除 4t，我拿到的是3加3，所以它43 12 12t 减9，所以它这个的答案就会变成 2t square 减 t 加3，所以 2t square 减 t 加3，所以是 2t square 减 t 加3。然后接着旁边的这一题呢，这一题高手有高手的做法。高手的做法是怎样啊？高手的做法，他知道这一个是 a power 三减 e power 三，然后他懂 a power 三减 e power 三的公式是 a 减 e，然后 a square，然后减 a 乘 e，然后再加 e，没有，这个是加，这样，然后除 a 减 e，除 a 减 e，所以它就变成 a square 加 a 加 e。这个就是它答案了，这一个是高手的做法，a square 加 a 加 e。然后，可是你不懂这个公式的情况之下，这一个我用的是公式，就是说我有那个 x power 三减 y power 三等于 x 减 y，然后 x square 加 xy 加 y square 这样的东西。然后你不懂的话呢，你就这样，a power 三加零 a power 二加零 a。然后再减 e，然后这个是 a 减 e，然后这边就 a square a power 三减 a square，然后这个就 a square 加零 a，然后这边加 a square 减 a，然后这个 a 减 e 加 e a 减 e，所以我的这个 a power 三除 a 就 a power 二，然后 a power 二除 a 就 a，然后 a 除 a 是 e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是这样啊，这一个地方是这一个除这一个，这样，然后它就是这一个 8t power 3除 4t 等于 2t square，就是这一个地方。然后过后呢，我们还有这个减 t 是用这一个除这一个，然后它拿到的是减 t。所以我的这一个加 a 是这一个东西，这一个，OK，好，然后我们还有这一个是我的这一边12t，然后除三，然后除这一个，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是这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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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一种东西。然后它中间少掉的东西，a power 三、a power 二、a power 一，你少掉，你补零、补零、补下去。然后记得它的 power 是要大到小这样来排下去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
这一个是减 3x power 3，然后加 8x power 2减 10x 加12，减 3x power 3加 8x power 2减 10x 加12。然后这一个呢，它是减 x 加 2，你的 power 一定要从大到小这样来写的。OK，so 我的减 3x power 3除减 x 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了 3x 2，然后我这边这个就会变成减 3x power 3加 6x 2，这个减这个没有，8减6就 2x 2减 10x，然后我的 2x 2除减 x。然后它就会变成减 2x 减 2x 减 2， 减减加，然后它就变成 2x 2减减加减减减加减减 4x 减10减减6减10减减4，它就变成减 6x 加12，然后减 6x 除减 x，我拿到的是6加6，所以它就变成减 6x 加12。所以它的这一个的答案是 3x² 减 2x 加 6，说3减2加 6，3减2加 6，对啊，一样啊。好，来，所以这一个是属于它的那一个长除法，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一个 3x² 是用这一个来除减 x，拿到这一个。然后我的这一个是用这一个来除负一个，然后变成这一个，然后我的这一个是拿这一个来除这一个，得到这一个这样的一种东西。好，这个就是长除法。来，接着我们再来用乘法公式。乘法公式，哦，这种题目呢，其实我需要用乘法公式啊，我不需要了。我直接用那个计算机就可以了，好吧？那个99.3 square，然后它就会变成9860.49。啊，我们国中就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吗？读中来讲要乘法公式嘛，100减0.7的 square，所以它是100 square 减2乘100乘0.7，然后再。加0.7的 square，OK，所以它这一边是10万减2740加0.49，所以它就会变成9860.49，对了。所以它就会变成了9860.49哦，所以等于9860.49，这样。OK，然后208的 square 的话呢，它就会变成200加8的 square，所以200的 square 加2乘200乘8再加8的 square，40000加224320加8864，然后所以是43264，OK，208 square，所以它答案是43264。哎呀，好感动啊！这样大的号码，我竟然可以不用计算机算出来呀！好，来，在这一边11.5，它这一个是10加1.5。这一个是十减一点五，所以它会变成十 square 减一点五的 square 等于100减15225，所以它是2.25，所以它会变成97.75，然后11.5乘8.5，然后它变成97.75。好，对了，就是这样。